电视机前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热爱电影的大学生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2022级新生时代少年团贺俊霖，很荣幸能在东城区龙潭中湖公园和同学们一起共享这个光影的青春之夜。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新征程为这一代年轻人赋予了新的使命。今晚众多电影人与大学生齐聚一堂，在光影流转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和未来发出青春的回答。我们将现场揭晓由大学生评选出的八项青春荣誉，以电影为契机，集结青年力量，传递青年声音。关于你，小杰西，心大大滴滴，渐渐渐渐我渐乱躁动，粉红的心乱绵绵，欢喜的眼之间